我们知道开车上路啊，在开车门之前呢，一定要注意观察一下周围环境，贸然开车门可能会引发事故的。还有就是车子启动之前啊，也一定要注意车门一定要关上，如果车门没关上车就启动了，那开着开着车门打开了，这也是很吓人的事情啊。不管是轿车还是货车都是这样，可能会引发悲剧的。比如下面这辆大货车，就是因为车门没有关好，结果啊扫翻了一辆摩托车，摩托车上的三个人瞬间就被扫翻在地。你看看多可怕啊，这货车司机可能还浑然不觉，这也提醒大货车司机上路之前一定要检查一下车厢门是不是已经关好了。